不要亲一个姐姐？啊？要不要亲一个？啊，过来亲。他只有我，是我是渣男，精心打扮。不要，太甜了。确定？确定哦。哎，你听不懂哈？我说不要就是真的不要。你要喝是不是？来，我帮你。你没有故意要喷他的？没有啊。平安觉得俊雅的靓妹照片，你这搞不懂他，搞不懂他干嘛？什么烂想法？女生说不要就是要，这句话真的是，人家尊重女生。你要不要亲一个姐姐？啊？要不要亲一个？亲我的嘴巴吗？来，你敢亲就亲。好玩，我几岁了？你觉得我有在怕吗？我讲我不要，然后他说男生说要就不要就要，他过来亲。我来这，突然会习惯哦。叮叮叮叮，陈俊阳，快！脚踏车都已经过来了，这时候你要让女生在内侧，这样子女生会有被保护的感觉。被保护的感觉，好，走。来这个照，走。老师，今天是恋爱老师。探花型的，他爱 A 啦，然后又渣男，不一样，不是你追他，你追我，他追我，说我是渣男。你知道我喜欢敏安，然后还在追我，对啊，他的问题，还诱惑你，对，诱惑，还精心打扮，平常命不穿高跟鞋的，突然穿高跟鞋，然后还扭到，假装扭到，那你平常回家会让？哦，会啊，我用到手里面了。男生不是都会很自动的，哎，你走里面，你走里面。他说他不会，对，会，会啊。会说老婆叫，来，你走里面，你走里面。我都会说，最快脚踏车什么？好，我不需要有小鸟依人的感觉，不要装了。我要有，我比较有自信的感觉。事情没有，叫他回来。雨安没有，好吗？回来。